真的是大哥，哎，像我这样的人因果太多了，为了他们的安全暗地里帮助他们了，还是不相认了。刘大哥，我是一名阴阳先生，早些年从事的是阴物买卖这行当，如今在咱们市风水协会里担任会长。以前我见过有人被阴气冲撞后配阴婚冲洗的，当场就好了。那现在都21世纪了，配阴婚这种事有人会信吗？哎，刘大哥，信不信不要紧，只要能把孩子给救回来都值得，而且这是咱们刘大师最在行了，不会有啥后遗症吧？放心吧，我难道还会对侄这个小家伙有坏心思吗？那为啥还大费周章的跑过来跟你说这事呢？还有刘大哥，我看您这腿其实问题也不大，等弄完刘远这小家伙的事我也给你瞧瞧。既然没啥后遗症那就试试吧，如果不行的话那明天还是得去医院。还有我儿子是在你们单位上班弄成这样的，你们单位要负全部责任。这放心，我不会推脱责任的，否则也不会请大师过来了。这样，趁现在时间还早，王老四，咱们现在立刻去外面买点家伙事，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给他配阴婚请神志。刘大哥，你们腾出一间屋子出来，其他一切都等我们回来收拾。行吧，那你们去弄吧。老舅，刚才开直升机走的那个白毛大叔长得和刘老大有点像啊，难道小刘是他的私生子？别成天瞎几把扯淡，你小子别乱说，既然长得像那没准是一家人啊，亲戚之间长得相似也很正常啊，你看你和我长得也很像啊，别独自玩意成天就知道瞎想，走了，人家都出门了，咱们还看啥热闹啊。刘老大，你觉得他们说这个事情靠谱吗？说什么配阴婚这种事情你也信？儿子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再被他们折腾一下还不知道会变成啥样呢。哎，孩子他娘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难道你想看着孩子痴痴傻傻的过一辈子吗？刚才那个家伙说的什么孩子阴气入体，咱们也不是医生也不懂，不过我跟他们讲过了，这是必须得给一个说法，孩子要是恢复不过来那必须他们单位承担责任，怎么说也得把咱孩子看好。哎，娃他娘，你待会去腾一间屋子出来，今晚看他们怎么弄。好，不过刘大，他们会不会直接跑路了呀？这应该不会吧，哪有开直升机跑路的呀，人心没这么坏吧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看刚才那白毛小子的时候居然感觉有一种莫名的亲近，但一直就想不起来，感觉不会害我们的，再说了俺们家这么穷别人也不稀罕。行，我去倒腾一个空房间出来，你陪儿子说说话吧。哎，真的命苦，自从嫁给你就从没享过福，除了你就是儿子，当初就不应该跟你结婚，你这个大骗子。臭小子，过来让爹瞧瞧你这咋回事。离异从此天双翅，连理于今有何知，琴瑟和鸣鸳鸯栖，同心结结永相喜，朝夕相伴行于影，神仙艳羡好伴侣，一祝你们恩爱甜蜜，夫妻共白头，二祝你们比翼齐飞，事业更昌盛，三祝你们早生贵子，一代更比一代强，欢天喜地拜父母，情投意合入洞房。夫君，夫君，醒醒，醒醒！我这是在哪里？不是在上班吗？这什么地方？这位小姐你好，请问你是谁啊？夫君，我是你刚过门的媳妇啊。啥玩意？我媳妇？我还没谈恋爱呢，哪来的媳妇？美女，你搞错了吧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就在眼前，你这个狠心人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可是我真的不记得呀。那个美女，你为啥戴着盖头啊？不闷得慌吗？十天前再遇见你那天，我还在你的身边等待一个某天。小姐姐，你说你是我媳妇，我媳妇这么好看。哎呀，你讨厌。那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而且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这平白无故就多了个媳妇还挺有意思的。还有你既然是我媳妇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那啥？你坏死了，刚见面就想那啥。其实咱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，是双方父母同意的，你爹娘还在外面呢。没看到我爹妈呀？那岳父岳母，我来拜见一下。我爹妈就在你身后啊。吓死我了，原来是个梦，我怎么在家呢？我不是在火葬场值班吗？咦，王主任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妈爸你们怎么都出院了呀？还有我为什么在家里啊？我不是在上班吗？嘿，大哥大嫂，瞧见没，这不是立马就好了吗？我就说嘛，我们刘大师绝对能搞定的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感觉怎么样？老妈，
我怎么感觉你们很不对劲啊？为啥这样问我？我好得很啊。那个王主任，你怎么找到家里来了呀？是不是我工作上出了什么纰漏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一定改。没事没事，工作的事情稍后再说。那个小孩既然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不过刚才跟你们说的一定要注意，尤其是不要给他介绍对象，否则那位生气会很麻烦的。吃点东西再走吧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弄。哎呀，不用麻烦了嫂子，我们就不在这里吃饭了。另外孩子闹了这事虽然已经好了，但还是挺对不住的，以后我再想办法给他把这件事给处理了，让他能像正常人一样给老刘家传宗接代。那个老四啊，对对对，那个什么大哥大嫂，这件事情呢我们火葬场是有责任的。这样，我这里有一张卡，里面有100万，这个就算是给孩子的精神损失费，给孩子买点营养品。第二呢，咱们也改善改善生活。这我们不能要啊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嫂子你就收着吧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另外大哥的腿我过段日子再过来帮忙看看，咱们通过这件事呢也算熟悉了，以后多走动走动也好啊。而且我也姓刘，没准咱们以前还是一家人呢，哈哈。是啊大嫂，您就收着吧。海他妈，那咱们就收着吧，谢谢两位了。好吧，那就谢谢你们了，俺们农村人也没啥好招待的，我给你们下点饺子，咱们吃了再走。好的嫂子，我已经好久没吃过饺子了，哈哈。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评论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